胖胖虎，贝贝灯，啊，有小偷！胖胖虎警察来了，遇到什么问题了吗？这里遭小偷了，我的钱都不见了。我的金子和珍珠都不见了，我的书也不见了，我的食物也是，我的玩具也是，我所有的玩具都不见了。嗯，我想这肯定是小偷鲨鱼家族做的好事。小偷鲨鱼家族？是的，小偷鲨鱼家族昨晚从监狱逃走了。小偷鲨鱼家族成员是海洋中最坏的坏人，我们必须抓住他们，把他们关进监狱。小偷鲨鱼家族就是他们。嗯，他们看起来和我们的家族长得有点像，不是吗？怎么可能？颜色相似，但他们看起来很邪恶。你说的对，他们有这样的条纹，我们要记住这一点，才能找到他们。朋友们，和我一起去抓住小偷鲨鱼家族吧。坏小偷鲨鱼们，我不知道你们躲在哪里，但我要抓到你们。朋友们，让我们先找小偷鲨鱼妈妈。记住，它有粉红和黑色的条纹。小偷鲨鱼家族在哪？条纹尾巴，小偷鲨鱼，小偷鲨鱼家族在哪？一起找找吧。小偷鲨鱼，抓住它！哦，碰碰虎，是我，鲨鱼妈妈。我也正在找小偷鲨鱼妈妈，我们再一起找找吧。那是真正的鲨鱼妈妈。我很抱歉，我们再试一次。嗯，小偷鲨鱼妈妈在哪里？哦，她在这里。不准动，小偷鲨鱼妈妈！哦不，我被抓住了！请放我出去，我不会再犯了。我会把偷的钱都还回来，我不喜欢待在监狱里。朋友们，我听说小偷鲨鱼爸爸经常出现在这里，让我们一起仔细找找看。记住，它有蓝色和黑色的条纹。小偷鲨鱼家族在哪？条纹尾巴，小偷鲨鱼，小偷鲨鱼家族在哪？一起找找吧。让我用望远镜来看看，他在这里吗？哼，我只看到有条纹的鱼。嗯，那边呢？金鱼、章鱼和海豚，这里也没看到小偷鲨鱼爸爸。我想小偷鲨鱼爸爸不在这里，我们去别的地方找找吧。哦，你看到小偷鲨鱼爸爸了吗？哦，一定是骗人的，我没看到他。什么？你真的看到小偷鲨鱼爸爸了？在哪里？我找到你了，小偷鲨鱼爸爸！太棒了，朋友们！现在马上打开这扇门，待在监狱里真是受够了。好像有点可疑，肯定有一只小偷鲨鱼藏在这里的某个地方。朋友们，你们也这么觉得对吧？让我们在这里找找小偷鲨鱼奶奶。
察有橘色和黑色的条纹，好吗？小头鲨鱼家族在哪？条纹尾巴，小头鲨鱼，小头鲨鱼家族在哪？一起找找吧。我找到你了，橘色和黑色的条纹。哦，我看起来像小偷吗？啊，哦不，对不起，老虎。再来一次。那边有一条尾巴在动，橘色和黑色的条纹，我确定那就是小偷鲨鱼奶奶。我找到你了，小偷鲨鱼奶奶。哎呀，你找到我啦！这次你运气不错，如果我躲得更好，你就永远找不到我了。哼！我觉得小偷鲨鱼宝宝一定就躲在这里的某个地方，我们找找小偷鲨鱼宝宝吧。我们要找黄色和黑色的条纹。小偷鲨鱼家族在哪？条纹尾巴，小偷鲨鱼，小偷鲨鱼家族在哪？一起找找吧。嗯，冰淇淋？不，我不想吃冰淇淋。啊哈，你想用冰淇淋引诱小偷鲨鱼宝宝？好的，好主意，朋友们。嗯，好吃的冰淇淋，我要全部吃掉咯。啊，冰淇淋，这个冰淇淋是我的，闪开！我抓到你了！啊，哦不！非常感谢你们，朋友们，多亏了你们，我们才能抓到小偷鲨鱼宝宝。胖胖虎，胖胖虎，哦，胖胖虎，大海里有一些奇怪的东西漂浮着，快来看看。好的，我马上去。啊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我觉得小偷鲨鱼爷爷躲在这里的某个地方，碰碰虎，朋友们，请仔细找找看。好的，我们会的。小偷鲨鱼家族在哪？条纹尾巴，小偷鲨鱼，小偷鲨鱼家族在哪？一起找找吧。等等，有人在沙滩上乱丢垃圾。它飘到这里来了，你们不应该到处乱丢垃圾，我们把它们捡起来吧。呀，嗯，我觉得小偷鲨鱼爷爷就在这里，让我们小心移动。数到三，我们一起抓住它。一、二、三。抓到你了，小偷鲨鱼爷爷被抓住了。哦，拜托，离我远一点。是因为我偷了一些东西吗？我偷的东西不多呀，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快把这扇门打开。放我们出去。偷走我们珍贵的东西，你们应该受到这样的惩罚。是的，你们这些坏小偷鲨鱼家族，我会把你们关进更坚固的监狱，让你们再也逃不出去。谢谢你，碰碰虎警察。是的，谢谢你，碰碰虎，多亏你才能把东西都找回来。没问题，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情。啊，什么？小偷碰碰虎，抓住小偷碰碰虎！
晚睡得真好。嗨，朋友们，昨天是万圣节，所以我和我的家族拿到了很多糖果。看，我得到了很多五颜六色的糖果和巧克力。这些我要留着等一下吃，这个我今天要吃。哦，天哪！啊，你们吓到我了，万圣节已经过去了。请停下吧。妈妈，爸爸，你们在做什么？僵尸病毒正在大海里蔓延呢，我这里有四颗解药，先送给你，我会尽快给你更多的，你要保重。好的，谢谢碰碰虎。哎呀，这是碰碰虎送来的解药，我需要给我的家人吃这个，让他们恢复正常。朋友们，你们能帮助我吗？我太害怕了，妈妈最喜欢的房间是卧室，所以我要在这里找找她。鲨鱼妈妈在哪里呀？粉红尾巴，鲨鱼妈妈，鲨鱼妈妈在哪里呀？一起找找吧。哦，是粉红色的尾巴，那是妈妈吗？不要碰我！连美人鱼也变成了僵尸，让我们再找找妈妈吧。哦，这里也有一条粉红色的尾巴，妈妈。哈，妈妈，星星呢？来，快吃解药。哦，鲨鱼宝宝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我们全家因为僵尸病毒而变成了僵尸，还好你吃了解药，恢复正常了。哦，谢谢你，鲨鱼宝宝。我们去救出其他家人吧。鲨鱼宝宝，我要去确认一下洗手间。如果你找到其他家人，就呼喊我，好吗？好的，妈妈。爸爸在哪里呢？爸爸！哦，朋友们，我觉得鲨鱼爸爸就在这附近，让我们一起找找他。鲨鱼爸爸在哪里呀？蓝色尾巴，鲨鱼爸爸，鲨鱼爸爸在哪里呀？一起找找吧。爸爸，你在这里吗？好啊，我好啊！吃这个。吓到我了！但是爸爸在哪里呢？我找到他了！你是鲨鱼爸爸吗？不行，鲨鱼宝宝退后！鲨鱼宝宝丢解药！亲爱的，你能听见我的声音吗？哦，我做了一个梦吗？我为什么在这里？我们全家都被僵尸病毒感染了，鲨鱼宝宝用解药救了我们。哦，太感谢你了，鲨鱼宝宝。这都要感谢碰碰虎给我的解药，但我需要帮助其他海洋动物朋友恢复正常。什么？我觉得有人跑出去了。我觉得是鲨鱼奶奶和爷爷，快，我们跟着他们。奶奶，爷爷，他们去哪了呢？哦，奶奶。
奶奶躲在南瓜后面，朋友们请帮助我们，如果你看到鲨鱼奶奶告诉我们。鲨鱼奶奶在哪里呀？橘色尾巴鲨鱼奶奶，鲨鱼奶奶在哪里呀？一起找找吧。奶奶，你在这里吗？哦，我觉得她不在这里。那这里呢？不在这里，她会在哪里呢？哇，鲨鱼宝宝丢解药。哇，我的头。奶奶，你没事吧？哦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我们全家被僵尸病毒感染了，而鲨鱼宝宝救了我们。哦，亲爱的，谢谢你。但是鲨鱼爷爷在哪里呀？那是爷爷的声音。我们去检查一下，你们先待在这里。不，我要找到鲨鱼爷爷。鲨鱼宝宝，跟我一起来。好的，奶奶。鲨鱼宝宝，让我们找到鲨鱼爷爷，让他恢复正常吧。好的，我们一起找找看。鲨鱼爷爷在哪里呀？绿色尾巴鲨鱼爷爷，鲨鱼爷爷在哪里呀？一起找找吧。鲨鱼爷爷，你在这里吗？你是谁？竟敢敲我的门。哦，那个坏蛋毒钩手船长还是那么坏。哦，我觉得那是爷爷。哦，在哪里？在这里吗？鲨鱼爷爷，请醒醒啊！鲨鱼宝宝，给我解药。好的。哦不，我丢得太远了。鲨鱼宝宝，妈妈，爸爸，我该怎么办？我弄丢了解药。啊，哦不，我们应该先安抚一下鲨鱼爷爷。醒醒吧，爷爷，是我们，你的鲨鱼家族。哦不，我的爷爷，我该怎么办？哦，对了，没错。咦，鲨鱼爷爷，请吃下这个。爷爷，鲨鱼爷爷，你怎么认不出我们了？对不起，大家都没事吗？是的，我们都没事了。还有一件事，碰碰虎找到了很多解药。是的，我迅速找到了一些解药来帮助海洋中的朋友们。非常感谢你，碰碰虎，我们去帮助所有的海洋动物朋友吧。好的，我们快去吧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一起数到三，然后丢出解药吧。一、二、三。大家都恢复正常了，真高兴大家都平安回来了。你们都经历了这么多事情，我们回家休息并吃些美味的东西吧。好主意，朋友们，你们今天这么努力帮助我，我们进去休息一下吧。哇，我做好了，我做了一座沙堡。
家了。我回来了。玩得开心吗？是的，我盖了一座沙堡，还挖了一个洞。哇，这是我最爱的小鱼饼干，让我来吃吃看。鲨鱼宝宝，在吃东西之前要先洗手。你的手上都是细菌。但我不想，我想吃饼干，一个就好，可以吗？来吧，带你去洗手。不，我不想洗手。鲨鱼宝宝，你在哪里？我确定我看到你进来这里了。鲨鱼宝宝在哪里呀？晃着尾巴，鲨鱼宝宝，鲨鱼宝宝在哪里呀？一起找找吧。这是鲨鱼宝宝吗？哦，是牙膏。鲨鱼宝宝躲在这里吗？哦，这是一个在吹风的吹风机。鲨鱼宝宝去哪里了？啊，我找到你了，鲨鱼宝宝。我不想洗手。鲨鱼宝宝，如果你不洗手，坏细菌会进入你的身体，让你生病的。让我们一起唱歌，洗手的同时好好玩耍吧。洗洗手，嘟嘟嘟嘟嘟，用肥皂，嘟嘟嘟嘟嘟，干干净净，嘟嘟嘟嘟嘟，洗洗手。哇哦！妈妈，这很好玩，现在我的手很干净了。看，当你的手干净的时候，感觉很舒服吧？哦，鲨鱼宝宝，我觉得你也需要洗脸了。洗脸？不要，我不想洗脸。哦哦，鲨鱼宝宝。鲨鱼宝宝，你可以出来一下吗？我确定鲨鱼宝宝就在附近。鲨鱼宝宝在哪里呀？晃着尾巴，鲨鱼宝宝，鲨鱼宝宝在哪里呀？一起找找吧。我能轻松地找到鲨鱼宝宝，在这里对吧？哦，原来是一只黄色的鸭子。我找到你了，鲨鱼宝宝。爸爸，我不想洗脸。但洗脸真的很清爽，我来帮你吧。洗洗脸，嘟噜噜嘟噜，用肥皂，嘟噜噜嘟噜，干干净净，嘟噜噜嘟噜，洗洗脸。哇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鲨鱼宝宝，感觉如何？很清爽吧？是的，我变得更漂亮了。但你身上有一堆污垢呢，是不是也该洗个澡了呢？我真的不喜欢洗澡。哦，天哪！对不起，爷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鲨鱼宝宝，你的身上真的很脏，你一进来，水就变得很浑浊，用肥皂洗洗身体好不好呢？我不喜欢洗澡。鲨鱼宝宝，跟着我来。我们在哪里？为什么呢？我们在浴缸里。哦，这是我弄丢的洗浴球。鲨鱼宝宝，让我们来用肥皂洗刷身体吧。
洗洗澡，嘟噜噜嘟噜用肥皂，嘟噜噜嘟噜干干净净，嘟噜噜嘟噜洗洗澡。呜呼，嘿嘿嘿嘿嘿嘿。鲨鱼宝宝，你看起来干净多了。是啊，我感觉好清爽，这真好玩。哦不，鲨鱼宝宝，我觉得你也需要刷牙了。我们游过去吧。鲨鱼奶奶，鲨鱼宝宝在这里。嗯，鲨鱼奶奶去哪儿了？让我们一起找鲨鱼奶奶吧。鲨鱼奶奶在哪里呀？伸伸尾巴，鲨鱼奶奶，鲨鱼奶奶在哪里呀？一起找找吧。我在这里。啊，在哪里？我看不到你。我在这里。哦吼吼吼！奶奶，你去哪里了？亲爱的，这是什么装扮？我变成了牙仙子。哼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鲨鱼宝宝，你来刷牙了吗？奶奶，我真的需要刷牙吗？当然，鲨鱼宝宝，看这里，用牙刷来刷刷牙齿，把细菌都刷走，然后我们的牙齿会更强壮更漂亮，你明白吗？我们一起刷牙怎么样？刷刷牙，嘟嘟嘟嘟嘟，用牙刷，嘟嘟嘟嘟嘟，干干净净，嘟嘟嘟嘟嘟，刷刷牙。哇哦，哇哦，鲨鱼宝宝，你看起来好干净。真的吗？哈，好清爽。洗洗手，嘟噜噜嘟噜用肥皂，嘟噜噜嘟噜干干净净，嘟噜噜嘟噜洗洗手。洗洗脸，嘟噜噜嘟噜用肥皂，嘟噜噜嘟噜干干净净，嘟噜噜嘟噜洗洗脸。洗洗澡，嘟噜噜嘟噜用肥皂，嘟噜噜嘟噜干干净净，嘟噜噜嘟噜洗洗澡。刷刷牙，嘟噜噜嘟噜用牙刷，嘟噜噜嘟噜干干净净，嘟噜噜嘟噜刷刷牙。哇，好闪亮，好干净。鲨鱼宝宝，你看起来干净多了。现在可以吃饼干了，因为你的手很干净。耶！我要吃一块美味的饼干，然后等等再刷一次牙。怎么回事？快来洗澡吧！淋湿你的身体，淋湿你的头发。身体，冲洗你的头发，哗啦哗啦，真好玩。第一步淋湿，淋湿淋湿淋湿。第二步搓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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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第三步冲水，冲水冲水冲水。哈啾，别忘了把脸洗干净。洗澡洗澡真好玩。是我的生日派对，但是为什么我的朋友都还没来呢？大家都说他们会来的。我想我要自己来玩字母拼图了。哦不，我的字母飘走了。朋友们，让我们一起去找回我的字母吧。
有没有碰巧看到一些字母呢？看看那边的托盘吧，也许他们会和蛋糕装饰在一起。哦，我们去看看托盘吧。只看到一些贝壳和海星呢，字母在哪里呢？啊哈，我找到了，字母 A、B 和 C。我想字母 D 一定就在这附近。哇，我找到了，字母 D 在甜甜圈上。让我们把这些字母放到拼图上吧。 A B C D， 哇，我们找到了。接下来我们再去客厅找找吧。哇，我找到了字母一。哦，我又找到了一个字母 F， 下一个字母是 G， 你能看到它在哪里吗？我没有看到它。哦，这是谁的尾巴？哦，鲨鱼宝宝，字母 G 在这里，是鲨鱼奶奶给你的。哇，我找到了！谢谢你，鲨鱼奶奶。下一个字母是 H， 但我觉得它不在这里，我得去其他地方找找看。鲨鱼宝宝，如果你能正确回答我的问题，我就给你字母 H。House 的另外一个词是什么？另一个和 house 相同意思的词，哦，我知道了 ，H O M E 家，对不对？哇哦，太棒了！鲨鱼宝宝，你好聪明，给你字母 H 吧。哇哦，谢谢妈妈。朋友们，我们回去把这些字母放在正确的位置吧。E F G H， 好的。接下来我们应该去哪里呢？没错，我们去我的房间吧。现在我们需要找到 I J K L。哦，我看不到任何字母。哦，这是谁的尾巴呢？一条绿色的鲨鱼尾巴。嘿嘿嘿嘿，是我，鲨鱼爷爷。鲨鱼宝宝，我准备了一些冰淇淋给你和你的朋友们，你们想吃吃看吗？我想吃。哦，是字母 I。它在冰淇淋的上面。哦，鲨鱼宝宝，那边在跳跃的是什么呢？啊哈，是字母 J， 字母 J 在跳跃。现在字母 K 和 L 在哪里呢？娃娃们，你们有看到字母 K 和 L 吗？哇，我们找到了！无尾熊娃娃给了我字母 K， 狮子娃娃给了我字母 L， 太有趣了 ！I J K L。哦，我们还没检查过浴室。我确定浴室里一定也有字母。哦，我已经找到一个字母 M。接下来我们要找字母 N。它会在哪里呢？
从报纸上掉下来了，但是报纸后面是谁呢？哦不，有人放屁然后跑掉了。让我们先找字母 O。它会在哪里呢？哇哦，在这里，字母 O。我们把它放到拼图板上吧。M N O。哦，那听起来像是我的朋友们，一起去看看吧。哦，一条尾巴，这是谁的尾巴呢？到了，吓到你了吗？我是鲨鱼宝宝的哥哥，鲨鱼哥哥。我是鲨鱼宝宝的姐姐，鲨鱼姐姐。我是鲨鱼宝宝最好的朋友，威廉。鲨鱼哥哥，鲨鱼姐姐，威廉，我以为你们忘了我的生日呢。我们怎么可能忘记呢？鲨鱼宝宝，你怎么不捡起那个字母 P 呢？哇，我找到了字母 P， 但这是什么？这叫做皮纳塔，如果你用棍子打破它，就会有一个惊喜出现哦。哈哈哈，哇，有好多好吃的糖果，而且我还找到了一些字母 Q R S， 我们一起吃糖果吧。鲨鱼宝宝，我想我们的下方有一些字母呢。哦，那是什么呢？哇，是气球，那里面还有一些字母。我们去戳破气球，把字母拿出来吧。一，字母 T， 然后是字母 U， 最后是字母 V。哦，鲨鱼宝宝，还有一些朋友躲在这里。你说的对。我找到你们了，朋友们！生日快乐，鲨鱼宝宝！非常感谢你们的到来，现在让我们去开派对吧！耶！Q R S T U V， 大家都到了。我们开始欢乐派对吧！生日快乐，鲨鱼宝宝，祝你生日快乐！耶，鲨鱼宝宝生日快乐！真是太感谢大家了！鲨鱼宝宝，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些礼物，你想要打开它们吗？当然要！当我有X Y Z， 哇，我们找到了所有的字母。哇，这是我想要的游戏机呢，太谢谢你们了。